还有一个小玩具。小朋友，又可以讲故事了，耶！不要乱说。里面有，打开一下好吗？好像只要是美国人想的玩具都很不好玩。嗯，啊，不要了，太水肿了。啊？里面就可以洗手。为什么会好兴奋？有看到这有，然后你喷过鼻涕的。这头给他喷过鼻涕的，太可怕了。那个是鼻涕薯条。这都是你的。饮料以前嘛无不记得有这么大杯啊，那当然不是卖重量杯的地方。是因为分享餐吗？还是他给饮料加价？有可能，因为他现在给你分享餐喽、哦，饮料另外买，分享餐不付饮料，还蛮贱的。那成本那么低。蛮奇怪的政策啊，分享餐不付饮料。你看这个是效果吧、啊？难怪他要退出市场。关起来了，他们都在这个标里面。他在教你盖房子啊！夕阳依旧那么美丽，明明就是好天。这个架子，这个很。